那唔得，我加向食，我搞错就好。时间都地点啦，我照你要订的物件。较规矩的，住伫我替你安排迄个公寓，尽量卖出去。我倒出来，肯走。姐，先讲。应该是毒药开始咧发作啊啦。为着要逃亡，才要将我的毒药吞落去。你根本就是人啊！一粒是解药，一粒是毒药，选一粒可以食。我无路就选掉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好阿兄。这个骗人嘞！恁上好，卖我无欢喜啊！无，我要恁选情妇，就我。带路，我公司张正浩在倒。同学，我不是跟你讲，有什么代志，我主动跟你联络，你别打电话来，开门去查到咱的通话记录。是健康搞我所有走路的路线，我才等你，我才不想要靠你。志明，你无代志哦？佳玉，我好啊好啊，等下咱无代志，就莫阁废话遮啦。我恁答应我三件代志，第一，要警察莫阁搞定；第二，两亿，还够我加用者，我搞全部招聘招去。还够啦，拜托同学，你也较乖吼，较规矩的住伫我替你安排迄个公寓，尽量卖出去。这边爱想办法找出嘉宏姐安排公务伫倒，这边可能在内底。另外一边就是咱张正浩徒弟高天华人。嘉宏姐名下的厝我拢查过啊，即卖就剩最后一间。你知道张正浩是不是把志明藏起来的？啊，志明，志明，要坚持，真紧要安全呐！伊即摆就是因为甲我互疫苗啊，我吞落。张正浩，你敢不知道想要害死嘉文？伊过去对你遮尼好，敢讲你放袂记啊？你想要救伊？我只有一个疫苗，一粒是解药，一粒是毒药。那是经过毒药，那是吞落，免得到明仔载，只能现场随时而过。光追